家伙的直往出掉这肉，哇，好吃！有机会来沙发逛大集，体验一下人间闹市。你们不是老让我们来沙河大集吗？这儿不就来了吗？哇！哇，这卖吃的的也太多了，各种熟食。我操，那是羊头吗？哇哦！啊，这酱薄的。我一进来就这么硬吗？这个菜啊？脱骨的鸡爪子。哇，肉皮，这羊杂儿。天哪，全是卖吃的的，这也太幸福了。还有这玩意儿呢？钵钵鸡。钵钵鸡，其实我对前面的那个肘子比较有兴趣，还有猪头肉，还有烧肉眼，还有驴打滚儿。走，现拆菠萝蜜。现拆啊！这么大，买点买点。哇，好多好多好多人，这边都是卖什么的呀？这人也太多了。馒头、大包子、肥肠，哪儿呢？它这些好像没有什么顺序，随机摆放。还有酒，我已经被拥挤的人群挤到了不知所踪。驴肉火烧，全程五块，全程五块，太沉了，回去再买。大麻花，哎，我发现每个集上都有这个东西，小点心。哇，卖酱的耶，韭菜花应该蘸羊肉吃，辣椒油什么的拌饭酱。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，怎么卖的呀？收钱机。其实我们在找寻有没有能坐着吃饭的地儿，但是我怎么找了好几百米，我也没找着呢。哎，有姑娘哎，能吃饭的地儿在你们沿左手边的走到头啊。我居然在昌平看见了肖村桥卤煮，昌平的肖村桥卤煮。毛鸡蛋。毛蛋呢？这个怎么卖的？十块钱三串。那来三串吧。啊，要毛的，要不毛的。要全毛的。全毛的。啊，这儿也有驴肉火烧。鱼煎包还没熟呢。哇，大早上就吃炸串啊，胃口这么好。单县羊汤。这儿还有另一家卤煮。反正你们就走到头吧，这个市集的最里面。就是能坐着吃饭的地儿，酱香饼，哇，这个馅饼看起来有很大很香的样子，来一个肉的就行。哇，这边为什么这么多卖卤煮的呀？不完全统计，我已经看见五家卖卤煮的了。还有羊肉泡馍、烤面筋、烤羊肉串，大早上就吃羊串吗？大早上就吃烤生蚝吗？我看看我的水煎包好了没有？他说要等四分钟。这。真娴熟。陆续收款12元。哇！哎呦，翻过来太解压了。哇，这家生意真好，就这儿都没地儿坐。对面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我在这边驴肉火烧。先来个毛蛋。哇，这大铁锅的就是酥啊！上回你们老说这玩意儿吓人，挺好吃的。让你们吓人，我就不给你们看细节了。趁热，水煎包安排，那一锅秒没。这应该是韭菜鸡蛋的。哎，它的面很好，馅儿有点小。这是猪肉白菜。哎，我觉得还是肉馅的看着更得一点，它这个馅儿会就是碎一点那种。这个胡辣汤看着有点随便，还喜欢黑胡椒的味儿特别重。大油饼子，10块钱一斤，这一个差不多1.8块。好炫酷。
这个算是主驾吗？啊！哇，这个好吃啊！这个面和的真好，弹性贼佳，而且它是那种泡泡且软的。蒜圈饼，我说我要五块钱，大哥给我装了7.5的。能不能2.3一公斤？又来这吃了早点。我这个饼真的很好吃，你尝尝，它是属于那种面的优秀程度大于酱的，弹性特别好。肉馅饼，它那个反正烙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油放的不少，应该挺酥的。这个有点像锅盔，炸馅饼。这什么馅儿的？再说说肉馅儿。我吃的像那个夜市大串那种肉。7元，这多少钱一个？7块。给这老些肉啊，这老些啊。继续收款，7元。这家伙的直往出掉啊，这肉。这家驴肉火烧分两派啊。像我个人觉得撇开驴肉不行，我还是喜欢吃河间的这个酥皮儿。哇，好多，有机会来沙发逛大集舔一下人间闹市，美丽昌平， Welcome to 沙克。在我们走的时候准备可以买一点农副产品带回去，现在我觉得能跟那儿待一天，不过人只开半天。想多逛会儿的早点来，不过晚来也晚了，有时要熟摊的菜便宜。对，你要开到中午下午差不多，就中下午那会儿吧。我还是最想吃这个皮儿，门口的那个驴打滚。带一点走，年糕。拜拜，有机会来尝尝。天真不错，这天最适合赶大集了。反正基本上日用百货、餐饮熟食、蔬果生鲜、粮油副食，好解决早午饭，你们都可以在这里解决。那现在要拎点东西回家了，拜拜。看一眼沙河大集的全貌啊。